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期的木瓜说片片，木瓜帮你解锁看电影新姿势。上周画江湖首部动画电影风宇宙完成了首轮点映，猫眼淘票票两大购票平台分别开出了 9.4 9.3 的高评分，在今年暑期档电影中仅次于我不是药神、徐峥、陶虹、黄渤、董丽亚、方文山、霍尊、梁静等明星纷纷力荐。有观众总结，燃笑泪，国漫御风而起了。作为画江湖系列的首部电影，风宇宙也延续了其深厚的国风底蕴。电影除了概念设定上的本土化，整个视觉风格也同样是东方美学式的。不仅方文山、霍尊两大中国风代表人物盖章点赞，看过点映的观众也十分惊喜，五屋房里牌坊城墙都故意做旧了，古城的感觉实在用心。中国故事、中国情感、中国美学，由里及表的中国风，在今日发布的首部版海报中，就将中国上古神兽罗刹放大在眼前。画面中罗刹毛发微卷，头疼傍身，一派虎虎生风的霸气，大量曲线构图极具东方色彩。观众表示，罗刹饕餮虽然没见过，但现在的样子很符合想象，非常中国。首轮点映过后，观众对凶兽罗刹的印象极深，静态如海报中一般细腻清新，动态则是出乎意料的生动传神。在追逐狼民的过程中，连被风带起的毛发和扭动的肌理都真实灵动，而这样的罗刹在电影中有成千上万只。在一组战斗镜头中，他们同时冲向峡谷，不断奔跑冲撞，犹如万箭齐发，场面十分震撼。这样的大场面在动画电影中实属罕见。有观众表示，每一只奔跑的罗刹都让我切实感受到国漫在发力，以前这样的场面只能从好莱坞电影中看到，现在终于能在中国动画中看到。好了，今天的木瓜说片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想获得更多的电影资讯，关注我们吧。